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如果拿不了，我让司机送你。 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去洗手，回来签字。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我错了。你先起来吧，我有话问你。好，你说，我知道，我都告诉你。 你跟踪我？我没那么无聊。我要是不了解你是怎么想的，就不配给你当了这么多年老婆。好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，你知道蓝阿姨就是白逸欣的妈妈，并且。 你想从他那里得到在我们家没有得到的，娘娘，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。你真笨，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。我要是你啊。 就直接去追蓝阿姨，案件都说到这份上。